这是网上这两年盛传的广州某高校吧，广东深圳，哇塞，看这尺度哈，绝对是能惊掉你下巴。那内裤都露出来了。以前也有高校跳这种很这个啊，你很那个啥的舞蹈，对吧？那为啥要还光着身子？你这是高校啊，至于这么跳吗？这是在展示肌肉吗？还是想干嘛呢？这是，反正觉得，你虽然说想宣传这个开放，什么理念，那人家那个国际舞比赛的时候也没有说是男的光着膀子跳舞吧，给人感觉很不雅。虽然说还有点小肌肉，但是总体感觉不是那么很那个啥的，还是穿点这个标准的衣服跳好。